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跟妈妈端了筷子洗洗碗。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，就个人团圆圆。常回家看看，送完了，送完了。哎呀，我来回家看看，迪哥，拜拜。我今天带假发片了，带了，带了。你今天带假发片了，带哪了？哦，我看到了，那个颜色色泽不一样。那你还骗人呢？你转过去我看看。别研究这个了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哎呀，咱不研究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看看。啊，太了，太了。怎么戴假发片给你乐成这样呢？我也戴戴假发片。你戴哪了？刘海。我说比向往的时候头发剪得厚。戴戴呗。没有，因为刚才在地库碰到他。刚才在地库碰到他，死不承认是你的假发片。不是，不是，我今天对台本，我就没注意。那你刚怎么发现的？我刚刚就这么一摸它，我说怎么这么硬呀？哎，我之前这个咋没换成七哥呀？他可能没做好的吧。哦，七哥抽到我们的礼物了。哦，真的？他们说你们有礼物，这次也可以给我们抽。对，但我们只有一个，你们四个只能抽一个礼物。那谁能得到这个礼物呢？让给。让给，来，我抽了，OK 吗？不行，不行，凭什么是你抽？我要粉色的，因为他头发今天有点烫，对，好烫。帮什么？帮助介绍一位对象。谁帮助谁介绍？我们帮你介绍一位对象。来啊，现在就开始。来吧，介绍。木姐介绍一位对象。那是你们的任务啊。对对对。那就变成咱们大家的人，怎么是变成大家？大家的人。孟姐现在想找对象吗？哎，就随随缘吧。是不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说，别人都有对象，只会想说我头发今天到底塌不塌？对，我觉得就是也没想那么多，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看缘分吧。但是缘分就来了呀，你抽到了一个介绍对象的一个缘分，怎么了？我也不认人。人呢？人呢？没人呢？没有人呢？就帮你留意吧。我们每次留意吧。这样，你把一个照片挂在这儿，完了每次来，完是这意思不？你得弄个像公园里那个相亲的那个啊，这有个相亲角，给你资料摆着吧，行不？给你挂点儿相亲角，孟子义。行，你得有一个要求，说你的要求。我还是喜欢那种啊，就是可能是高一点的，然后就是不是传统意义的帅哥，然后幽默。谁不？譬如说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？我这什么意义？孟姐，我什么意义上也不是帅哥。咱别说传统意义上帅哥，这种不包的。不是，至少我觉得你挺耐看的。是吗？对啊，我现在看你就能 get 到你的那个，可能你人格魅力比较强大，所以我现在看你觉得你还挺帅的。行。行，到时候给你贴那会儿贴金角孟子义。然后哎，然后他下面的那个要求放一张我的照片、理想型。理想型就是这个照片。有这样的，我觉得能跟你相媲美的，完了就介绍给孟姐。那最好再高点。行。说出了一个真实的要求。我帮他们真想介绍。哦，我最近听你们那张专辑很好听。我也觉得很好听。哪张专辑？哪张专辑、啊？最近的那一张。哦，对，就最近的那张。来吧，唱一唱吧。可以，不知道哪首。唱你俩的。唱一首你最喜欢的吧。每一首，每一首。但也会有最喜欢的呀，就是你最喜欢的、最常唱的、有忍俊不禁的哼唱的。在屋顶，然后是你最期待的这首歌，你就觉得这首歌听的人最多。我觉得他们觉得是这首，因为那个 MV 拍的最精美。屋顶吗？对。屋顶，我们俩在天台上自己的，很精美啊，那就精美啊。本导演，其他甚至也不是都有 MV。本导演的宝刀，他是有真正精美的吗？有。我也觉得屋顶最好听。是吗？在屋顶唱着你的歌。怎么是这个？在屋顶和我爱的人。呼，还那个。不是这个。在屋顶看太阳落，哎，这歌很适合现在的氛围。为什么？就那种疲惫的屋
力感，但很有希望，很有希望，很有希望。在屋顶看太阳落下，人们匆忙回到家，阳台晒着衬衫，手里的啤酒还没喝完，阳光洒在了肩膀上，汗毛微微发烫。示范一下正确的台词。城市此刻变成森林，我变成草，你变作花。咱俩节奏一样。在屋顶看太阳落下，在屋顶看太阳落下，人们回到暂时的家，旅行是否到达幻想的海角和天涯，吵闹的电视安慰着疲倦的小伙伴，我们享受这样的傍晚，我想跳舞你就旋转，在屋顶看太阳下山。他说太阳下山，您早已就爬呀爬上来。咱俩是打的，人家拍的太阳是否还记得昨天的感慨？现在还虽然是钢筋铁骨，但也年年在长大。来了又去的年轻人啊，总有舍不得放不下。他说太阳下山，明早依旧爬呀爬上来，可是老去的你我是否还怀念年少的无奈？城市虽然是冷漠的脸，但总有故事展开。此刻握着你温暖的手，暂时把世界忘怀，在屋顶看太阳落下来。哇哦，台词打得好有灵魂。我们不知道我们打错了，我们以为打对了呢。也不能说是错吧。不是因为我俩拍能合上，就会感觉好像就是有那种二人成虎的感觉。对，为什么能合上？对，你俩很妙，你俩拍的都不对，但你俩拍的一样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以为我们俩是对的，我还觉得挺开心的，我们俩还看对一句。其实世界上本没有对错，拍的人多了。三人成虎。对，如果那个毛毛跟我们一起拍的话，那就是我们拍的就是对的。我很难跟啊，你们那个非常难跟。真的吗？我们这很简单，就这样一拍，左一拍，右一拍，就这样呀、啊，很简单，跟不上吗？它每一个之间的间隔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俩一样的呀，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你看你不一样吗？你俩不一样了，我俩一样啊。人家只是都在拍手，没有都没有一样。哇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它有一种很灵动的感觉，就是有时候一样，有时候不一样，有时候能拍上，有时候拍不上。我觉得一模一样。现在变成鼓掌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发现，如果就是大家太熟了，一起录节目也挺好笑。真的，他们不觉得好笑。只有咱俩在这嘎嘎乐。但是说实话，因为我也有看那个毛血旺嘛，哎，我觉得毛血旺很治愈，哎，嗯，我觉得很治愈。谢谢。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，就是，它你看它时长又短，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慢综，但是呢，它整个人又是很休闲的状态，所以就感觉好像是你在家，就是有话聊你就跟朋友聊聊，没话聊你就可能想刷会儿手机。就说完了，这镜头一定要给他，正好跟配上。我觉得就是看电视，有时候就看个热闹，对，他也不会听得响，对对，听别人在那边聊天就行，不要强求。我也觉得不要强求。对。哎，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吗？就写歌也是这样的，就是你创作到某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最近就是啥都不想干，就是消极怠工，最近就觉得很沮丧，你就感觉。不是那么源源不断的，就是你干啥还得有生活，你得有盼头，你才有情绪。你有情绪，你没情绪，你硬写就说服不了自己。
因为早期在创作的时候是很有热情的，你就感觉什么都不是，就是他感觉是自己往外涌。对，其实别人在写，不是自己在写，感觉。但现在就感觉我得努努。